你我他，如果来到咱美食天地，哈，这句话拢大概来这部就开始都拢爱讲的。来，你今日准备这我足爱食的一项物件，刚看了这虾，我就足爱的。我大致都虾仁呢，哦，赞来。你讲你要做啥？那边来做虾仁煎饼。哦，那嘛再叫海鲜煎饼。 甲迄种泰式虾饼应该无共款，无共。泰式虾饼伊是计订迄个春卷饼。哦，啊，这毋免配就对啊。这毋免配就真。OK， 荸荠，虾仁煎饼。OK，好来，老师要来，迄个做料理。那材料吼，这边来讲，贝子，虾仁煎饼。哦，啊，这毋免配就对啊。这毋免配就真。OK，好来，老师要来，迄个做料理。那材料吼，这边来讲，贝子，虾仁煎饼。哦，啊，这毋免配就对啊。这毋免配就真。OK，好来，老师要来，迄个做料理。那材料吼，这边来讲，贝子，虾仁煎饼。哦，啊，这毋免配就对啊。这毋免配就真。OK，好来，老师要来，迄个做料理。那材料吼，这边来讲，贝子，虾仁煎饼。哦，啊，这毋免配就对啊。这毋免配就真。OK，好来，老师要来，迄个做料理。那材料吼，这边来讲，贝子，虾仁煎饼。哦，啊，这毋免配就对啊。这毋免配就真。
饲互它来毒。哦。啊，你即马甲无饲互带吼，你毒因小强嘛是困较贵啊。哦。哎、欸，这歹写呢，咱讲这鼻饲无好写，讲真的，鼻饲真有够歹写。我这阿哥吼，这口感同好啊。真正写家，我以前是写的鼻饲，写几地拢写到手老血老滴呢。即马你也叫童工去做这工课吼，啊发钱。嘿啊，违老劳违反劳基法。你也看卖啊，小朋友，你即马看我好命，看这囡仔我好命。等下最后嘛是啊。OK， 好，把我们的碧琪挤干那个水分，拧干，给拧干哦。拧干拧干。水分爱用掉。即马咱的肠啊咧，要改切啥物？切丝吗？没有，给它切细碎。哦，安尼要切细细碎碎的。较早咧食肠啊吼。那个困几困的吼，啊困哥哥就钱啊。哦哟，可即马唔爱够有人咧钱啊。以前咧厂啊未偌重个。啊，就买三千冲就好啊。啊，唔过咱只要对买啊三千冲，啊唔早甲伊人买。好。啊，加一点剁碎。OK。然后鸡粉哦，然后加橄榄油。加橄榄油。对。这边是一斤的那个。加一斤的花枝姜就对。嗯。我们用。因为咱即马加先加黑银吼，我惊啊加伊形状出破吼。哦、咱先给取出来嘛，无要紧。是哦。嘿。哦。啊，等下看个黑做黑白胶胶的先。OK。好。我们这边虾仁是，咱有一块饼内底有两只黑鳞。一块饼两只黑鳞哦。嘿。哦。那家用飞机酱就好啊。对。啊，恁个人啥物其他的料啊吗？不用了。安尼哦，其实我第一下看过吼，人喺做黑什么虾饼啊、泰式什么饼。我就虾子都是这么大颗，我第一盖看到。啊，那看霸气。霸气。他有看到虾仁。霸气。对啊，你做虾饼，没有看到虾仁。什么叫虾饼？好，咱家这么走开我哈、嗯，我们这边可以做了很好多颗哈。好多颗。对，我们就这样。啊、我们可以这样把它分开哈，比如说。不是像咱以前做迄只大模呢哦。嗯。我们要做小的嘛，把它分成。两个，嗯，分做两个，嘿，啊，再个分做两个，哦，安尼整块饼较平均大细的，安尼哦，较平均较好势，安尼无吼，咱个分做两个，吼，安尼了，再分做两个，哈，安尼哦，嘿，你要看你要煎较大粒无，较细粒，啥物安尼，安尼吼，你较大小会一致啊，嘿，你较袂讲。做出来话吼，迄、那个较大粒，啊，迄、那个较细粒，大小会一致。那手淡淡吼，对，来做。啊，我起码先爱给倒瓜油。爱淡淡啊，来，加抹一点水。
哦，安尼要定型更加好定型，才有空气吼，甲涌出来。哦。好。哦，二次整形。二次整形吗？哎，刚才是第一次，现在在整鼻子吗？现在要进去了。进去了，进去吗？那我要开了哦。对。我准备要开火喽，准备要开锅喽，来。好了，哎，老师要给我起解不？对啊，你要起解，免起解病。你情绪大了呀，妈妈先看好，哎，先汉堡这样。哎，先看到，先看到。这小块的，这都要有一个厚度吼，口感较好。伊面饼吼，不一定是说扁扁的吼。好，这地等下我吃就好无？我怕你大，要煎成汉堡呢。哦，那我们的饼是厚厚的，对。啊是。啊，但是安尼火是不是袂使准上大块块先？对、嗯。因为你把火用大的时候，就会外面熟，里面没熟的。啊，你边来看熟啊，无熟干嘛？唔知。咱正经上的时候加火。五分、六分、七分，它要全熟，对不对？它那个要看它的硬度吗？对哦。哦，熄火了，耶！熟了耶！喷点这个，哇！喷点吗？放点。在吃的时候沾料，哇！一级棒的嘞。好，这样就好了吗？对啊。我们的今天的叫做虾仁海鲜煎饼。海鲜煎饼就完成了，慢工出细活，一道好吃的料理。那后一拜的美食天地，这个未来观众朋友过来上面喝起来的，你赶快哦。那后一拜记得阿龙赛出现，我们下次美食天地再见了，拜拜。